声音很疗愈，很疗愈。还有那个火光，火花。录音就是玩火，真的。我觉得。晚上睡觉的时候看着他睡觉，我晚上会把这个投射到电视，然后搭帐篷睡觉。搞一个假壁炉的概念吗？对啊，假露营的概念。露营啊，我家电视够大，未露营有点空虚。家里有点小，但电视倒是蛮大的。